大家好，今天到的是一块摩西沙开窗的色料，这位置颜色非常阳，这样是飘花，你看，界面的这种品质啊，很透。然后这个位置开了一个重水的大窗啊，然后这个位置也有点色，全身的沙感还是很强烈啊，很压手，非常压手，皮子很老，大概就这么个情况。太重了，4185，看一下它的长度，先到100，10。长度131，宽105，厚86。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开窗的位置啊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它颜色还是很阳的，这也是阳绿了。然后这个位置，这边是看一下，这一片都应该都是色了。看这黄布啊。看到这个位置，还有这条，这里颜色也是很阳的，你看，所以色是很足的。然后其他位置是个黄雾，全身满是水，看一下。其他位置都是一个黄雾的表现，黄雾泛了一点飘花。这就有点飘化，主要是这样，这就看它里面的色能进到多少了，它的品质已经是很高了，这样出一个飘化的牌子，也算是大，这么大的料子，就看这条色带啊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它这个颜色进了有多少了，深不深？反正种水已经有了嘛，反正它的牌子都稳住了，所以说只要看色的表现就行，所以玩性还是非常强的这个料子，颜色很阳的。